我本该刺杀陆远同，阻止定远之乱。可陆远同手中还有冯熙需要的物件。阿海，集合鹰力去千秋门。 左相，他不是被禁足了吗？三皇子的马车，左相和陆远同不知在密谋些什么，三皇子也牵涉其中吗？不行，我要查清左相到底有什么阴谋。千秋门，今日千秋门，你去找一些活好面生的来。明白，相爷，我一定叮嘱他们护好陆世子。嗯。 为什么要护好陆世子啊？不是您亲口答应了陆侯吗？今日冯熙单独赴会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，绝不能因为陆世子而投鼠忌器，走脱了冯熙。是，可刀剑无眼。 怎么样？没想到侯爷还留了这一手，真是深谋远虑。冯熙放心了，定陪侯爷一搏。好，不过这个东西，相爷还是先还给我吧。好啊。 小心！什么人？我是定远。世子爷这次可是秘密进京。那怎么办？直统领，今日好大的阵仗啊！ 当日挟持军械的没有冯相爷，今日来千秋门的也没有迟统领。上！降书在冯熙手里啊！你们不要杀我，你们去杀他，去杀他！哎哎哎！哎哎哎 快！保护我！保护我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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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殿下，左相登门，想必是带来了好消息。正是。老臣今天给殿下带来了一个能彻底扳倒冯熙的实证。哦，什么实证？参见殿下。此人是陆远同之子陆征明的随行侍卫，他能证明冯熙。 今日犯下了一桩杀人命案。启禀父皇，右相冯熙与定远侯以突发疾病为由，诱骗陆世子秘密入京，意图挟持世子谋反。可是诸侯的世子非诏不得入京，你是道听途说呢，还是亲眼所见？这是陆世子的随身护卫陆康亲眼所见。陆康，你说。 陛下圣鉴，我家世子虽然喜欢棉花素料，但是在大义上绝不含糊。一开始便言辞拒绝，可是没想到冯熙居然想要杀人灭口，所以二人就在千秋门打了起来。经赵允时查，千秋门确实有过一场械斗，儿臣才敢如实禀告。那冯熙和陆世子人呢？我家世子被冯熙所伤，伤势极其严重。 如今下落不明啊，而冯熙这个贱人知道了事情败露，居然畏罪潜逃。你说的话句句属实，小人愿以性命担保，还请陛下为我家世子做主啊！星耀，这事你怎么看？陆世子是定远侯的掌中宝，冯熙又是冯贵妃母族唯一血脉。 此事涉及甚广，儿臣不敢擅转。传朕的旨意，捉拿冯熙，寻找陆世子。是。多亏殿下带陆康面圣，陛下才会下旨通缉冯熙。冯熙多行不义，落得如此下场，真是大快人心。只是父皇要求活捉，看来这个佞臣在父皇心中还是分量不浅。这个殿下不必担心。若是冯熙拒捕反杀官兵，到那个时候刀剑无眼，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他怪得了谁呀？你的意思是？ 老臣有的是办法让冯熙他有来无回。冯熙若是拒捕被杀，那是他命该如此。相爷从中使手段，却非君子所为。好吧，老臣答应殿下，绝不做不该做之事。退下吧。 是，老臣告退。
陆征明心口中剑，估计这会儿早就已经去阎王殿报道了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，一旦见人，格杀勿论。阿海，哎，千秋门伏击本该万无一失，你怎么会？ 没收，好。 我给他上了药，暂时护住了心脉。夜路难行，我们还是等到天亮再赶路吧。姑娘及时相救，冯某铭记于心。上次赏花大会上，相爷投了冬青花一票，为我解围。这次算我报恩吧。那姑娘，可否告诉我你的名字呢？ 你信心念念的，便是这个东西吗？马车，去看看。
大人，什么都没有。知道了，快跑！ 齐先生在吗？冯大人，大人此番远道而来，东篱小筑真是蓬荜生辉啊！杨晴为何对冯熙如此恭敬？哎，这位姑娘不是？先生你好，我叫朝露。哦，哦，朝露姑娘好。 我此番蒙难，不得已前来打扰，打搅了先生的清静。相爷，您这说的是哪的话呀？我杨晴的命，都是您给捡回来的。我这次来，除了想在此地暂避几日之外，还有一事相求。相爷尽管吩咐。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有一位治百病尝百草的院方亲戚，杨家出事之后，便搬来与你同住。相爷说的可是设地杨魁啊？巧了，他正在屋内。 颜值草药呢？那太好了。大人放心，设地杨魁医术精湛，若他救不了陆世子的命，恐这世上再无第二人有此能耐。奎先生，他怎么样？陆世子体格独特，心肺位置与常人不同。加之我这颗丹药，性命算是保住了。不过，行动恐一时难以复原啊。先生能够保住他的命，已实属不易。多谢先生。 大人，你们舟车劳顿，怕是饿了吧？要不我们吃饭吧？请。奎先生可曾听过一种怪病，会专门忘记一个人？哦，何谓专门忘记一个人？就是其他的记忆毫无损失。 唯独会忘记特定之人的一些经历。有些人头部受到重创或者大病初愈之后，会忘记一些事情。不过，专门忘记一个人，这个好像是闻所未闻呐。的确闻所未闻，难以置信。 我看大人对陆世子的病况很关心呢。他的死活，我本不介怀。可若他身死，陆远通会把一切都怪罪到我的头上。啊。
他跟着你们一路奔波，若不及时回京，恐怕会遭遇不测呀。我也是心急如焚，煎熬早日回京。啊，可这一路上，全是左相的眼线，运一个活死人出去，殊为不易。大人若是放心的话，就把陆世子交给我。我不日将送草药入京，可在藿香中安放陆世子。 是秦先生让我给你送来的，谢谢。这个玉牌上为何会有个"西"字？是不是又想起了离你而去之人了？人非草木。 孰能无情，偶尔还是会想起他。是啊，所以碎了的玉牌，你又重新粘好了。我到底有没有机会见到这玉牌的主人呢？你要见他做什么？我想看看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连你都要舍弃。 又是什么样的人，能让你念念不忘呢？你不会见到他的。是啊，我是不应该在意他。因为假以时日，我会让你彻底忘记他。相爷，你一向对如此自信吗？自信一些，难道不好吗？ 我要睡了，你出去吧。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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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
我杨琴只会种田喂鸡，不会拆穿你的。谢秦先生。我陈启便将陆氏子放到魁先生的药材车内，让他随车入京。这样便了了我们天大的麻烦。嗯，如此甚好，他病情严重。 实在不适合跟着我们颠沛流离。
或者是一男一女，身上都有伤，是通缉犯呐。王爷，如若你们不嫌弃的话，可在设下用心午膳，仔细向小的形容一下他们的容貌。最重要的是告诉小的，赏金几何呀？ 见此良人，是啊。可是月圆常有，良人却难觅。你是又想起玉牌的主人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又想起他？因为你想起他，便会露出那种惆怅的表情。
我们一起走。这或许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缘分。那你又为何出现在千秋门？我不信这只是个巧合。就算我救了大人，大人不还是处处提防着我？你故意将随身携带的盒子放在最显眼之处，还不是为了试探我？既然大人对朝露都不能坦诚相待，为何要求朝露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呢？姑娘说的是。是方某多虑了。大人步步荆棘，对人心存戒备，朝露明白，所以也不会介怀。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过往，还请冯大人不要时时刺探朝露。对不住。秦先生当日既如此绝情，现在又何必在这里惺惺作态？哼，姑娘何意？先生不必掩饰，我知道冯熙将你怀胎二月的妻子害死，去换取贵妃的遗体。我真是想不明白，冯熙害死你妻子，你不但不恨他，还要帮他逃脱追捕。冯大人对我们杨家恩重如山，更何况这是我妻子的遗愿。你妻子的遗愿？朱京怀胎二月便查出有胎漏之症，救治无效，弥留之际自请为大人分忧，大人起初不答应，无奈朱京一再坚持，最后总算答应了。说起来也奇怪，大人身上就是有一种让人倾心追随的魅力。你说的可都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偷换贵妃尸身乃是大不敬之罪，我本应一世守口如瓶的，怎奈姑娘对大人误会太深了。冯大人这一生身负骂名，做的却是济世救人之事。世人恨他、骂他，他都不放在心上。如果姑娘如其他人一般，岂不让冯大人心寒呢？贵妃娘娘尸骨未寒，你就拿她来算计，连安葬都不能进皇陵。冯熙，
你简直令人发指！一个怀孕的母亲和她未出世的胎儿，你怎么忍心下得了手？冯熙，原来是我误会你。越走越偏了，这是要去哪里啊？我以前来过这一带，前面有一个客栈可以落脚。你不会是记错了吧？放心吧，跟着我，保证有地方住的。就是这里了。二位客官，里边请。